红袜出去热身赛对上勇士，张昀成终于等到返回美国后的首个打席，第一颗球积极出棒，球咬到深远中外野遭到接杀，结束了三局上半。在台湾经典赛一路从二兵打到国防部长，张昀成当然要来秀一下守备功夫。今天先发第九棒还担任二垒手，右外野飞球小退几步，在草皮区轻松接杀。虽然比数正以0-6大幅落后，还是要来当自家投手的最佳后盾 ，like a piece of cake。那再来有点难度的行不行？玉成选手说当然没问题。满垒情况策动4-6-3 double play， 四局下的出局数通通与他有关。看到国防部长还不赶快立正敬礼。红袜前五局打线静悄悄，无安打的窘境一直维持到六局上，才由我们台湾阿成来打破。两人出局后面对 Joe Jimenez， 球速一好零坏，91迈红中位置扫到左外野全垒打墙下。今年在美职首安就是二垒强大，虽然最后没有跑回来得分，但至少先缓解了全队安打数挂蛋的尴尬。冲他一次这个挥棒，连美国主播都说 really good。今天张昀成总共三打数一安打，一人出局，二垒有人时，他的三垒滚地球造成对方守备失误，安全上垒后被替换带跑，结束今天任务下岗。红袜最终也在这个半局得到一分，避免惨遭完封。不过难逃1-6吞败的结果，让张昀成的打手俱佳沦为白宫。